咁我繼續去堅持游水咧，係因為我游咗環島泳之後咧，咁我發覺我自己係原來係好中意游水嘅，所以我曾經停咗15年。咁啊，亦都俾自己另外一個目標咧，就係我出年想游一個即係世界嘅先進嘅 master 泳賽。咁啊，要咁樣做嘅目標咁大嘅目標，咁當然就係唔可以鬆懈啦。咁所以我依家一有時間我就 keep 住，即係每個禮拜我依家暫時係一個禮拜練7次啊8次水。我覺得我依家個狀態其實仲好過我游環島泳嘅時候。你问啲男人咁尴尬嘅问题嘅，你问个男人最 firm 嘅部位喎，咁睇几时啦，系咪？即系如果我同我阿爸阿妈闹交嘅时候，咁梗系条颈嗰下系最 firm 噶啦，硬颈啊嘛。我谂条颈啩。首先咧，我要发誓咧，我系从来都冇喺块面度咧系打过针嘅。咁但系咧，即系人真系会老噶嘛，系嘛？唉，成日俾人讲40岁啦。咁啊，真係要 keep 嘅，咁所以咧，我一直咧都有 keep 住用一啲咧緊致肌膚嘅產品，咁先至可以咧對抗地心吸力啊嘛。其實咧，唔單止係游完海啦，甚至乎係游完泳池啦，只要浸得耐咧，唔好話塊面啦，其實個身啊或者係啲手腳啊，其實都會巢曬皮嘅。咁雖然佢即係翻到屋企，佢慢慢就會即係收翻，咁但係即係我翻到屋企都會用翻啲緊致嘅 product 嘅，所以咧我就要介紹你用。升級版的藍珠珠，經過科學實證，即是說不是只是我得，是大家都得的，就可以緊致肌膚，改善和提升輪廓，針對色素和皺紋的根源，滋潤修護 V 面抗老，令到我們的肌膚可以保持年輕和健康的。哎，不要看它小小粒啊，升級版的藍珠珠不單止它功效勁了，而且容量也多了 10%， 那就可以照顧這裡，看起來就更 firm 了。假嘅啲冰，啲冰假嘅咧就破到嘅，如果啲冰系真嘅咧，就真系破唔到了。